这个世界东西是永恒的，没有变化的啊！但是它也不是，不是究竟真实啊？为什么呢？经上讲了，这个诸佛十报图怎么出来的？他无名断尽了，无名断尽。 无名习气在啊。习气没断尽啊，所以十报庄严土啊是无名习气现的，不是无名，无名真断尽了，就是他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不起心不动念的习气太危险了。不但我们不知道啊，阿罗汉不知道，辟支佛也不知道。 佛在经上讲的，七地以前的菩萨都不知道，八地以上啊，才发现哎，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。所以三大阿僧奇劫不是讲我们一般修行的这功夫，是讲断无明习气，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，只有随他去。 那、啊、时间久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古人讲这个无名习气，啊，用比喻给我们说，那讲不清楚啊，我也不体会不到啊。啊，他用酒瓶，啊，酒瓶盛酒的，啊，把酒瓶倒酒倒掉，里面擦干净，确实一滴都没有了。但是闻闻有味道，那个味道叫习气。 有什么方法去掉？没有方法，只有把瓶盖打开，放在那，放个一年半年，再闻闻，没有了。啊，那个我们的无名无名息气要多久才没有呢？三个二十七节，你别去管它，这叫无功用道，啊，决定不能有念头去断它，有念断它，你的无名增长了，局限性啊不理它就完了，没事。 啊，所以在十宝图，啊，你跟究竟果佛没有两样。十方世界有缘的众生，他有感，你就有应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成佛之后是不是没事呢？不是的，事很多。啊，可是事再多，你不会感到劳累。 啊，你有能力应付得了。啊，为什么智慧、神通、道力全现前你能够现无量无边身，多自在啊。啊，千百亿化身呐、啊！啊，哪里有感，哪里有原因。啊，因以什么神得度？不是自己的意思，自己没有意思。 自己有意思，那就变成凡夫了；自己没有意思，自信其有。啊。所以信德里面，现在我们在大经里面读这么多年，明白了啊，就是南大师所说的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”。句子里的第一个就是智慧啊，智慧是什么呢？见闻觉知。 这是自信，是信德，病一切除啊！啊，迷了之后，自信变成阿赖耶，啊，阿赖耶是在迷的状态，见闻觉知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受想行识啊，我们有感受。 啊，我们有思想啊。用从八十来讲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说啊，见是眼根起的作用，闻是耳根起的作用啊，其余的啊。 鼻能嗅，舌能尝，啊，身能觉，意能知，就起了这种作用啊，这个作用从哪里来的？是自信里面的信的见闻觉知。啊，这是本有。 身体有生命，受想行识没有生命啊，所以人死了，断气了，他的神识没离开，神识由受想行识啊，我们一般人称为灵魂，灵魂由受想行识。 啊，所以这个事情麻烦了。啊，如果你还有怨恨，啊，你还有嫉妒，还有什么报复，那以后这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这没完没了。我们看文长帝君因之文前面呢，文长帝君自己说，十七世为。 斯大夫，你看他的十七世的因果报应多凄惨啊！后来遇到佛法，这才觉悟了，啊，才化解了。那多痛苦啊！报复双方都痛苦，和平呢？啊，所以这些现象。 啊，虽然在佛眼睛里面都是虚幻的，就像梦境，梦境里的真受苦。啊，真有苦乐有些事啊，醒过来之后晓得是空的。啊，我们现在在做梦，没醒过来。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舍掉了？ 不再执着了，你的心恢复到清净，清净还不到平等，恢复到清净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是然污啊，啊，四生法界里面没有这个然污，但是它不平等，因为它有分别，它没有执着，它有分别，啊，所以它不平等。 那你再把分别放下了，啊，妄想放下了，平等觉就现前了。啊，放下分别就平等了，不分别平等了。放下起心动念觉了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给我们讲的，这是行门里的图三个阶段：清净、平等。 就什么？就学这个东西。这三样东西都是自信里头本有的。啊，我们现在迷失自信，啊，才产生了障碍，叫业障啊。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，啊，知道事实真相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不是一家了，一体，无二。 生佛不二啊，生是众生，佛是诸佛，生佛不二啊。佛很谦虚，把众生放在前面，先说众生，后说佛，生佛不二啊。这个都是信德的流露。